边的炒饭就都炒得粒粒分明，然后炒工炒得不错。那其实会从炒饭搭配各式像香杯鸡啊，或是半筋半肉的部分，其实肉本身也都蛮好吃的。然后是像其他加泡菜啊，或是雪之介这种炒在饭里面的也都蛮好吃的，那价格上也非常的合理。这里的雪菜炒饭真的是很好吃，然后里面的雪菜味道很够，然后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来访一次，然后最好吃的是最好喝的是它的汤，它的汤做工很细，然后我每次想要加汤都没办法。